嗨，大家好，我是 Steve Yap 叶良才。成就哦，如果说成就不是说可怜了，我说应该是说我女儿吧。可怜这个我是很随性的，因为对我说钱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看得比较轻一点，最重要还是我觉得是身边的人。所以如果你说在可怜方面，我不敢说我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了 ，so far。就用 effort 啦，就是要 100% give effort, give love to one I love。当然是做运动的时候咯，因为做艺人怎么说，你是公众人物，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哎，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他没有觉得，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艺人也是人。难道我们不可以穿凉鞋、短裤出去妈妈当的吗？香港肯定是不可以的了。马来西亚还好，因为马来西亚的演艺圈没有这么复杂。至少我们的媒体不会去追问，什么谁穿着有问题这些东西。以前我最喜欢的 sport 是football 的，就是因为我两个脚就 torn ligament 韧带断了，断了之后有段时期我去攀岩，然后攀岩就觉得因为年纪有点大了，没有什么力了，就要改。刚刚去做了手术之后，因为医生叫我要build我的大腿的 muscle， 我又不喜欢在 gym 里面很闷的那些 routine， 就我就问他可不可以骑脚车，他说可以，所以我就开始骑脚车。但没有想到原来骑脚车也可以这么好玩的，然后就 fall in love in this game 了， this sports。 普通那些 road bike 我觉得很闷，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刺激的，如果你只是叫我这样骑没有 technical 东西，我是不能。 road bike 是 more on stamina more on strategy 的，就是一直骑，它没有 technical 的，只是看你的 stamina 或者有 strategy 只是去 attack 而已。不过 mountain bike 不一样，因为 mountain bike 里面很多 obstacle 要跳啊，要怎么去 handle 那个 bicycle， 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可能你今天过得到，你明天过不到的，看你的心情，看你的 concentration。就像攀岩，我之前喜欢攀岩，就是它有那个危险性在里面。如果没有危险性的，我会很快就闷，我就不喜欢了。我曾经也有打 golf， 就是打了，我就觉得这个 sport 是不适合我。Mountain bike 也有分很多种的。刚刚上个星期有一个叫做 enduro race 的，就是 mountain bike 有分cross country 啊，downhill 啊，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就是叫可以说是 all mountain 啊，就是technical 也可以 ，cross country 也可以。因为脚车真的分很多类型，不过在 Gara， 因为 Gara 里面很大，也可以玩 downhill。downhill 只是下山而已 ，downhill 就是刚刚你看到那些人带 full face 啊 ，full guard 啦，因为它只是下山而已，不过它速度很快，而且会跳很高的，有些地方可以跳差不多十尺高，那个是比较危险，那个我就没办法玩了，这样的年纪，哈，那我们这些可以跳一两尺的还可以啦。也要看那个脚车的 setting 啊。 cross country 就是很多都是比较平路的，上山也是没有这么 technical 的，有上有下，不过没有这么 technical。 不过 Gara 不一样，就是它上山和下山都有很多石头，很多 technical 的东西，不是说你要叫骑就可以的，你要怎么看那个线，那个 trail， 你要走哪一边，就是要怎么去骑咯，其实用力全部都要知道。